啊，一个食品师，唱过歌啦，作过词，咁啊作词唔好讲啦，不过咁耐嘅，咁啊仲有啊室内设计啦，出边有啲人形容我一个星级摄影师啊，其实我觉得唔系啦，有啲人就讲啦，我对一啲拍摄者啊、啲模特儿啊咁样，都几恶嘅，即系唔识我嘅人会有咁嘅印象。我觉得系严肃，即系笑同唔笑系两个样。其实我未玩过菲林，即系我系其实喺数码年代开始啦，嗰阵时先正式接触影相啦。2009年啊，就正式踏入全职摄影师呢一行。其实我一路到而家都冇学过咩摄影、咩打灯，其实全部都系靠自己去学翻嚟。未入摄影呢一行业之前，都曾经做过几年嘅模特儿嘅，但好似婚纱相一样。如果睇我啲婚纱相，其实我都系自拍，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啲乜嘢。呢个老婆咧，都其实同摄影有关，因为我都喺个工作里边去认识佢。嗰阵时识我啲人点样形容我咧？冇脚嘅雀仔啦，咁样形容我。其实我以前细个咧，大家都有一篇文应该作过，叫我的志愿嘅。其实我啲志愿嗰时咧，我想做一个赛车手。不过电单车嗰时画画都好中意画啲电单车掟紧弯嗰时嗰啲画嘅，但系我就自己就好 enjoy 自己揸车嗰种乐趣。